他们第一次在公演拿到第一名。Ready Bay, Ready Bay， 炸裂行动，开始。收到。我们本场总冠军赛的团体票数，请看大荧幕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公演拿到第一名。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第一名哎！上台公布票数之前，我还就是在那边讲说啊，名次不重要，我觉得我们超棒的。然后结果名次还是很重要，因为第一名的时候我们哭得跟笨蛋一样。最后一次真的拿到第一的时候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很像在拍电影，一个励志电影的感觉。虽然一开始一直都在落后，但是只要不放弃，什么奇迹都有可能发生。